吧，要的话等一下来两瓶酒我敬你。好，你高浓度的我一喝了等一下就会醉掉。好的，牛肉，给那个拉拉拉拉来，陈总这边。哎，陈总，哪位是陈总？陈总在这里。哎，陈总来，陈总。哎，够了够了，这是羊肉是吧？牛肉。哇，这个牛排挺好，棒。对。来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这个是那个牛转骨，对对对。我给你拿个杯子放在这个，是吧？今天第一次barbecue啊，很痒，喝吧，很痒，一来一来，哎，很痒。好像今天又去了车辆厂。对我们很痒，你知道这个也去了很多。来南岳嘛啊，南岳对对对，谢谢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光临，祝你生意。天天至上啊！啊，大家都一样。多谢多谢。天天谢谢谢谢。海涛海涛。真的啊！哈哈哈哈哈。哦，干了。好。好。没有没有，那个酒量可以的。哪里？啊，那么多。再加点哈来。好了，留下一点点，等一下经理派他。啊，谢谢，您慢慢吃啊。那我们几个让他整点。没有。那我再来几个。哇，没读懂啊，是，哎，不读懂已经都这样了，读懂了不是更了不得？看完书就来给你交钱，快！看完书就交钱，第二天就交钱，就是啊，你说宣传这个作用啊，其实没，我跟你讲，唐老师哈，那就是已经读懂了，如果再研究的话，可能就去运作了，太超过这个了。充足的，对呀，我是不怕你看充足的，对我跟你讲，唐老师看完你的书就能来给你送钱，这就是读懂。像我这个，你就是。再研究就研究出了，现在不能跑步，不能跑步，明年是在房地产方面的高手。对，就是我看到你来了以后，我就有这个，嗯，好吧，你看看 ，OK 啊，我们原来也不认识，人家不认识，我没名气，唐老师能认识，各种不同的领域。不，我一般不太，就除了我自己的事情，一般不太关心。所以我现在我那个哎，你有那个组织好几次活动，我本来就是还有个什么什么那个莲花会相亲的那个票都买了，就是夜访，我们就吹鼓手，吹谁？夜风，冬天的一把火啊，对对吹鼓手，春天里面的春天，在我读书那个那现在刚接触喝多了吗？没有，我给你醒醒酒，明天不用开盘吗？明天用开盘吗？明天开吗？美国和加拿大，哎，对了，我有美金。你今天来加拿大，我有美金的话可以。我们就是美金，我们家人都要换成美金。我们一定要量大。那我就是要有美金，直接给你。直接给美金就行。不用给他转成加币。不要，你不能转呢，你转了你就不划算。那我不要啊，我还在这折腾。我们是外汇，我们是标准，就是说 ，OK， 因为我就按标准价、市场价进行，没有。不然的话就没有用心了，是不是？所以，就是你要看脸，你要看外面的人，你要看晒脸。然后买一个第一家公司，我的资金是不是越来越增加？今天我那个，我的资金大概有装修，去看。第三呢，就是我的，我想问你的，我的。
啊，也是学半导体的博士，啊，严太太，自己学半导体吧。嗯，自我介绍还是叶